你可以从别人那里得来思想，你的思想方法既融入思想的模子，却必须是你自己的。拉姆，人生就像打橄榄球一样，不能犯规，也不要闪避球，而应向底线冲过去。罗斯福，爱情需要合理的内容，正像熊熊烈火要由来维持一样，爱情是两个相似的天性在无限感觉中的和谐的交融。别林斯基，知识是从劳动中得来的，任何成就都是刻苦劳动的结晶。宋庆龄，温和比强暴更有希望获得成功。拉封丹，在学校和生活中，工作的最重要的动力是工作中的乐趣，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，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。爱因斯坦，甘心做奴隶的人，不知道自由的力量。贝克，务实三，再浓的爱，再深的恨，时间这东西总会慢慢的把它磨淡。务实四，遥想一种奢望，不留余地，伤潜入心底。务实五，是不是在分手后，曾经感动深刻的话语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五十六，为何分手后你的签名是另一个女孩的名字。五十七，上辈子你欠我的，下辈子我欠你的，这辈子咱俩一笔勾销。五十八，感情淡了，无论我们以前的感情有多深，也无法改变你的离开。五十九，一个人的感情完全受着喜怒哀乐的支配，谁也做不了自己的主。六十，把最爱的人变成最好的朋友吧，这样我们永远不分手。61，我最羡慕的人是你，因为你得到了我的爱，还可以这样不失好歹。62，你拥有不起，这是最后的示弱。63，有多少人和我一样，糊里糊涂的分手了，还时常想念着对方。64，分手后去大吃大喝，别委屈了自己，嘿嘿。65，我们太年轻，分手是一道不得不做的逆命题。66，等你发现时间是贼的时候，他已经偷光了你的选择。29，我不属于过去，也不属于未来，我属于可以被自己忘记的永恒。30，突然有一天，女人尖叫，容颜丢了。最恐惧的是，和容颜一起丢的，是一个女人真正的贞洁。林顿哲，31，没有人能活着知道死去的事，甚至没有人能活着知道活着的事。林顿哲。32，我照照镜子，庆幸镜子里的人还是我。林顿哲。33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世界，没有最近，也不会最远。34，亲爱的，区区就是我黑夜里的幻想。林顿哲。35，上帝的原谅是不属于杀死自己的人的。林顿哲。36，我的人生是完美的，是不争的事实。林顿哲。37，我把宝塔诗歌在内的神秘放在了俄罗斯最北的针叶林。林顿哲。37，他生莫作有情痴，人间无比着相思，狂舟移剪字换西沙。38，尊前你把归期说，未与春荣先惨烟，欧阳修玉楼春。39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一名诗经。周南，关雎。40，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雨月，欧阳修玉楼春。41，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，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，流永与林令。42，只愿君心自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，理之一不算死。43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，燕姬到临江仙二首其二。44，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，陈桃陇西行。45，千金纵买相如赋，默默此情谁诉，心气寂寞鱼儿。46，梧桐树三更雨，不到离情正苦，一夜夜一声声，空阶低到明，问晴云更漏子三首其三。47，结发为夫妻，真爱两不疑，苏武结发为夫妻。48，寻好梦，梦难成，况谁知我此时情，枕前泪共人前语，隔个窗儿低到明，聂胜穷救国天。我们不应该不惜任何代价的去保持友谊，从而使他受到玷污。
如果为了那更伟大的爱必须牺牲友谊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不过如果能够保持下去，那么他就能真的达到完美的境界了。泰戈尔，谬误越大，真理取得的胜利就越大。希勒，如果你想获得幸福和安宁，那就要越过层层的障壁，敲起真理的钟前进。卡拉维洛夫，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，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，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莎士比亚，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。毛泽东，爱情不过是一种风。莎士比亚，爱情从爱情中来。拉布吕耶尔，独立学者、作家，国学启明是零作者整理提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